这边会太暗吗？会就打会，可以打七会的会，无七会的会。我在我姑姑家，因为我爸爸确诊，所以我住在我姑姑家。听说竹中午直播还在晕，为什么他会晕？会太暗，没办法。美国时候，很啊，不想过去，我不想过去。微微有人进来，我没有确诊，可是我一直咳嗽。旁边是我妹妹，我妹在喷酒精。对啊，我最好的同学确诊，然后他还喝我饮料，我都没确诊。我爸也确诊，我妈也确诊，我们家三个人确诊。就是我一直快筛，我真的没事。我咳嗽是因为我一直大叫。谢谢吉米粥送的香槟，谢谢吉米粥昨天送布丁。原来那个鬼灵精怪的笑声是灵妹，是你哦，是你吧？他说昨天，哎，不是昨天，是昨天。我在我姑姑家，背景，这是我姑姑家的，我的房间。这房间比我房间大。我有快筛啦。我现在确诊是不是就不能四周你？是吗？这是广告。再见。我小时候都，因为我们家离姑姑家很近，所以我们都互相住。家人住这边。谢谢 PTAU 送的小鸡蹦蹦，我不会念你名字。如果从昨天开始算可以试，但是我没有确诊，放心，我抵抗力超好。我同学喝我饮料我都没确诊。我今天喝什么？我今天喝我就不讲，自己看，你们懂。这是新口味哈密瓜，哈密瓜下礼拜六日四周年演唱会，期待三起身。你不要喝同学的饮料啊。我那时候不知道他确诊，然后他就因为他症状很轻微，就很小，他也没有咳嗽，他也没有发烧，然后他那时候就喝我的饮料。昨天妹妹跟你烤肉，对，哎，有人说你打哈欠很大声哎，刚刚吗？对，真的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有哈味，蛮好喝的。我旁边是妹妹，我妹妹。
没有人跟你嗨。他刚自己一个人在那边。谢谢 Plus Plus 上的文小礼。晚安。我诗雅毕业演唱会，我就不用下台了。陈美也太可爱，看哪一个啊？我比较可爱。粉红色是因为我们喜欢粉红色。不然我姑姑才不会自己房间用粉红色。妹妹新学期 OK 吗？为什么是问她不是问我？ Okay. 为什么不是问我新学期还 OK 吗？还是你们觉得我就是 OK？ 我没有吃喉糖，因为喉糖没有用。晨晨新学期 OK 吗 ？OK。因为我这礼拜都是线上，因为我爸爸确诊。我爸爸是前几天确诊，然后我就赶快搬到姑姑家。对，我还在线上上课。数学不 OK 吧？对啦。我有发一篇现实动态，你们有看到吗？小声一点。你们都没有看我的现实动态，我有业配一篇新写，但是我还没发完。我还有跟米娅的合照，我会慢慢发。但是你们要买，因为我觉得很好看。好，来看你们要不要买。黑色上衣，对。已经买好了，我知道你买好了，我有看你私讯，你跟我说买好，我有看到。有跟阿丽拍吗？没有，我刚刚不同天拍，已经习惯了晨晨没业配。我结巴，我这个月明就有业配，在那边，明天是柏林生日，我明天会见到他吗？我还没定耶，你觉得我要指定晨晨？看你啊，这是没关系，你就看我之后的现实动态，喜欢就买，不喜欢就买，不喜欢就买来丢掉，喜欢就买来保存，不喜欢就买来丢掉。昨天的烤肉食材都是晨晨买的，我跟原子竹。然后还有布丁，还有张雨玲，还有谁啊？就是我们这四个比较早到，我们就先去买。我、张雨玲、原子竹、布丁，我们先去买食材。啊，还有我妹妹，还有我妹妹。梅叶佩才是我认识的，没有林一，没有阿潘，他们都比较晚到。会买晨晨，我在姑姑家新北街。怎么没看到你跟机车？好。我有跟机车拍照，我可以发。今天直播完就发，但是你们要提醒我。
你会骑机车吗？我不会，而且我会怕，但是我会骑脚踏车。阿姨表示生气，她又没能烤到肉。我昨天结束了打给她视讯，但是她刚起床，她就这样，她是眼睛闭着跟我们讲话。然后就是早安，我刚起床，只能在机车上碰得到地板吗？碰得到吗？欸，我想一下，有点忘记，好像踮脚碰得到。晨晨有吃到美玲烤的肉吗？有，几乎都是她烤，超好吃。只有后面我叫她进去休息，因为她已经烤到整个，她那个烟一直在弄她的脸，所以她的脸已经全部红了。她跟林一一直在烤。阿丽要带你去山上招待你。宝丽要工作，对啊，她要工作。美玲烤的肉超好吃，对不对？我妹也有吃到。礼拜六我和家人也在烤肉，我也是和家人烤。萨库拉家人，难怪昨天阿丽没理我，还没洗。Hello， 草莓酱。我觉得喝起来很像哈密瓜牛奶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喝。你有喝吗？有，我刚抽了几口。我没有确诊啊，就是我就是一直咳嗽，就是我一直咳嗽，但是我又筛不出来是不是确诊，我就一直是一条线，但还是一直咳嗽，所以感觉就好像不是确诊，好像就是普通的咳嗽。但是被很多人误会我确诊，但是我真的有一直在快筛。我们昨天烤肉前，全部人大家都有，大家今天没有买一送一。我有问他，他说没有买一送一。他说今天没有买一送一哦。但是我看那个 IG 不是说今天有，就是今天到明天，难道他骗我？很多人过了一个礼拜才有筛出来，不要啦，好烦哦。我要当那个天选之人，喉咙使用过度。那我要怎么改善？就是不要讲话，然后喝热水，换一个牌子筛。我都是用不同牌子筛，就是有时候会在公司用公司的牌子筛，然后有时候是用我姑姑家的快筛机，或是我们自己家的快筛机。一杯多少钱？这好像100。七哦，哎，这多少钱呐？我没有跟你去买，还是120啊？我忘了，我已经住我姑家两三天了。因为我爸爸已经确诊两三天了，所以我住他家两三天了，住姑家两三天了。我觉得姑家偷偷讲，我觉得姑家比那个。比我们家好住，下次可以尝试稍微进去一点。对，我爸爸去的。Hello， 回回，明天你可以看六单，我超期待，我超期待六单的 MV， 因为他们的服装很好看，你喜欢。抽奖。晚安。
去把那……哎，你按到我的音乐了，哎，真的很期待。有去看医生吗？没有。而且我每次直播完，我都会狂咳，因为讲很多话，因为我在家没有很常讲话。一些演员可以吃牛排吗？古屋到你们家走路就会到吗？我们家到古屋家只需要一个马路，就但是没有斑马线啊，就是不用斑马线的马路，五步就到了，差不多。就是你下楼，我脚比较小，10步，五步就到了，一二三四五，10步，5到10步就到我姑姑家了，是不是很近？就这样比较安全啦，就是因为我姑姑就一个人住，所以不是社区，不是同一个社区，直播多喝水，哎，那你帮我倒热水。这样我还要出去。对啊，粉丝叫我多喝热水。我可以先，你先去帮我倒水。剪刀石。没有剪刀石头布，我不能出去啊。还跟我剪刀石头布嘞。没有啊，我是这样哎、欸，这是面这边，不是面你那边。你有懂我意思？我过去哦。嗯。去哦。啊！好跳。我撞到这個，超近，大家可以互相照顾。对啊，就是我们有什么东西要给爸爸，就直接送到他，就是送到我们家的门口。对我姑姑对我很好，你妈妈有确诊吗？我妈妈之前确诊过了，她是什么时候确诊的？谢谢小紫送的真情告白。你的螺蛳粉可以在古家煮，但是我螺蛳粉，你知道我的螺蛳粉在那个我爸爸的隔离的那个房间，所以我不敢去拿。哎、欸，不用跳舞哎、欸，不用跳舞。对我妈妈已经确诊过。晚安，希望妈妈不会二度确诊。不知道，我妈妈抵抗力比较低，所以不知道她会不会。我公司就有人二度确诊，我们班同学也有人确诊两次。喝水。我不知道我咳嗽的原因欸，我一直找不到原因。应该不是昨天棉花糖吃太多，昨天棉花糖没有吃很多，你可以直接走。我觉得我昨天棉花糖没有吃，咳多久？哎、欸，我这是咳了两个礼拜多啊，两三个礼拜，我咳了两三个礼拜。你咳很久，人中有痘痘。哎、欸，这是今天长的，人中有痘痘，这是今天长的啦。我长了两颗，
这是一颗，还有这边，这两颗都是今天长的，好烦啊！可能是因为昨天，对不对？吃太多油。对，昨天太那个了，火气太大，你就长痘痘。对，因为我们班有人确诊，然后我，但我现在是线上课，也见不到同学。陈妹笑你人中有痘痘，我妹不止人中有痘痘。昨天烤肉烤得太开心，对，豆豆城，他叫我豆豆城，你知道谁叫我豆豆城吗？小子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我棉花糖没有吃很多，你是吃很多？我只有吃三块。肉吃太多，豆豆城好听。谁说好听？我现在这边有很多橡皮筋，就是可以射你们这样子，就是。好我哥也跟我说，我发现你都是这边长痘痘，常常在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里。而且我骨胶网络很好，所以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今天的网络问题。谢谢缺钱缺到吐送的旅行支票。是真的不卡，对啊，因为我家没有直播灯。那下次知道直播要在哪里难播了，其实可以在书桌播啊，可以去书桌。哎，这样也很亮，这样完全照不到。这个是书桌灯，就
季同学转阴了吗？他还没有快筛。我今天本来要带星巴克给他喝。我本来要带星巴克给他喝，你想说算了。现在让痘痘消，就是让痘痘消要不化妆，但是我每天都要化妆，因为每天都有工作的话，就每天都要化妆，所以痘痘很难消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刷剧都洗，就是要用之前都会洗。这个很明显，但是我第一次秋天这样，第一次秋天这样子咳嗽。第一次秋天这样子咳嗽。嗨。而且我最近都没有拍照，没有照片。喜欢我的刘海，但我今天没有卷刘海，所以就让我中分吧。你可以去祖祖家直播，但是我一直咳嗽，因为祖很怕我，但是我一直没有确诊。因为祖很怕我，他只要怕我。因为祖超怕我，狂咳欸，但是我没办法，我不知道原因在哪。你们想要我四周年榜什么？你们想看什么？蝴蝶犬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双马尾是紧急，就是没有双马尾这个选项。没有高霜这个选项，也没有低霜，就是什么霜都不行。谢谢燕送的梦幻烟火。大造城有在放烟火。猫耳朵，哈，猫耳朵好麻烦。我想我会绑。我不知道有没有痰欸，就是好像没有，就是也没有到干咳。丸子头这样的吗？啊，我没有很想要猫，我觉得可以蝴蝶犬。然后放法也是可以，没有冲天炮这个选项，谢谢，谢谢庄莹送的文手礼，不然就蝴蝶犬。你们可以选啊。蝴蝶犬加一。
白灯比较好看。波浪卷是不能卷啊，波浪不能卷头发。谢谢，谢谢第十名，谢谢。为什么不能卷？有些事情是正式生可以做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是正经可不可以。正常来说应该是不行。该不行吧，我不太清楚，要问问。好严格。红包设定，抢红包，抢红包，大家抢红包，抢红包，抢红包，大家抢红包，抢红包。我之前有很多钻石，但是我要送给，还要送给林婷婷还是原子珠了。总之，蝴蝶犬跟丸子头选一个，我比较想要蝴蝶犬，或是看我那天有什么想法。蝴蝶犬棒棒，只能喜欢放法吧？对，但是我那天不会放法了，就是还是要听你们的意见。我不常用痘痘贴，因为我不想要让它闷着，因为我化妆的时候好像就是有一层贴着，所以我素颜的时候就是睡觉的时候想要让它真的，我贴痘痘贴会消失哦。我以为贴痘痘贴就是把它闷着。Hello， 至少不是潘颖。哦，我抢超快。我抢五十四，我是超强。我今天要早点睡哦。我今天要早点睡。我印象中你之前有少播一次会补回来吗？应该不会。我哪一次少播？我想一下，我是不是有一次是忘记播？忘记直播，我好像记得有一次。几点睡是早？12点，12点睡是早睡。
听说今天公布筛阴就要去学校上课，阳才线上。但是我们学校是规定有同住家人的话，我们就是让他线上一个礼拜，因为老师觉得这样比较安全，不然老师觉得很可怕。我们班今天有我们班今天有六个是线上，然后我们班有两个同学，不是，我们班有三个同学确诊。很多，灰灰吓到，对，我妹妹打喷嚏，好恐怖，我也觉得好恐怖，不敢去学校。我真的觉得我是天选之人，但是如果你们说我现在确诊的话，那我症状就只有咳嗽，就是我又塞不出来，所以我觉得我没有确诊，就是单纯咳嗽而已。你妹妹也是线上吗？对。我妹妹他们的班导好像确诊。晚安。我真的不知道拍什么照片，所以我就拍抖音。快筛本来还是有伪阴性的问题，不是100%演得出来，但是我演了好多次，就是都是阴，没有一次是阳，没有，就是连淡淡的一条。淡淡的两条线都没有，就是都是完整的一条线。竟然是班导，对。筛那么多次，有可能就是病毒量低到不会传染，是不是因为我抵抗力比较好？因为我每天吃维他命，是不是？但是我爸爸也每天吃维他命啊。我爸爸也每天吃维他命，但是他也是确诊。他不是被我传染，他是被……哦，我没有确诊，他是被他同事传染的。我爸爸是被他同事传染，然后确诊。我爸爸他有三个同事确诊。晚安。谢谢 Free Plus 送的守护许愿瓶。如果有第四季，可能会想去打，我觉得会啊，好痛，我觉得我会去打，比较不会确诊，我会打我也希望我不要，这个灯眼睛照得好痛。我们回去，我在这边待了10分钟。Hello， 浩毅。
听这种歌就很想睡。干嘛播这种歌啊？今天晚上吃什么？吃炒饭、炒面，还有什么？炒饭、炒面、蛋、葱蛋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蚵仔，还有虾子，还有鱿鱼。没有汤，可以请妹妹播我要吃肉肉吗？她想听我要吃肉肉。你要播啊？好，但是我们没有吃完。某成员，你说面面吗？I do the same. I do the same.黄灯还是白灯比较好看？白灯。问粉丝没有问你，你自己回答是怎样？这是我要吃肉肉吗？对啊。好。是不是那个 Mina？ 对 ，Mina， Mina 翻唱。白灯眼睛很痛。Mina 今天穿汉服直播，这么可爱呀、啊！Sparky 很瘦哎、欸，谢谢追踪，谢谢郭兆阳。我也想当竹竿，可惜我太怕。吃菜一楼。有，昨天我有吃。我想要五碗零那种瘦。哦，好瘦哦，因为它那样很好看。玲玲爸爸还在，玲玲不爱吃的，真假的？我最喜欢玲玲的腿，因为她的腿怎么拍都很好看。她喜欢吃青菜水果哦，难怪那么瘦。他是不是易瘦体质啊？我吗？不是你，不是你，你没有很瘦哎、欸。玲玲爱吃芭辣，哎、欸，对，芭辣会变瘦。他都吃比较，他
喜欢吃比较瘦的东西。哦，就是他已经遗传他妈妈了，然后他还比较喜欢吃偏瘦的东西。只能可以开始吃素。我不，可以试试看一天，一天吃素，一天就好，一天。这什么歌？不知道，它自动播放。换歌。谢谢博成送的紫普的守护灵。嗨。有看到三期的不告诉你，脚抬高会压到肚子。你说我这样吗？但是没关系，你们好烦哦！明明是他还一直问，你们好烦，不要问啦！不告诉你们，不告诉你们。你们那时候公布的时候就知道了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四周年会不会公布。啊，你们就是期待一下就好了，好吗？不要问我，我不会跟你们讲的。不知道没？其实我也忘记他们都几岁了，我只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而已。我只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，其他都还好。只能可以说出这四年的感想。哎，四周年了吗？再看看有没有比此很可爱，没关系，我就告诉张雨玲就好了。小声一点，我来帮你们选歌好了，都没有那么好听。收回那句话，来不及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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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喜欢这电脑的灯。我按到了，因为我现在是靠在电脑上。拍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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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这个，
我叫他拍照。脸怎么剪啊？脸很圆呢、欸。我觉得脸是最难剪的地方，你们觉得呢？哪里最难剪？我觉得肚子很好剪。脸颊肉比较少。这样要特效？对，没特效。这我的床，我现在在地上。脸的话，确实什么？确实很胖。我以为的差距，不过是背对而已。两个世界的交界，我就做的这个哎，我觉得我的肚子大。九月深写，你有露肚子？有，性感呢、欸，我想看。你又没看过，对啊，不给你看啊，不给你看。我去年暑假有马甲线，但是今年没有，对不对？嗯、我妹也没有。我妹也没有啊。听这个，对啊，你们还不买，真的是。我去年暑假就是一天做500下，但是今年就是有胖在，肚子有肉在做仰卧起坐。虽然我都是剪腿跟手臂，脸的话我是用那个，脸我是用那个。你的妹子，你要睡了。就是脸我是用那个拉提。我还在工作，然后你就说你要睡了，真是无语啊。
而且我妹今天根本没出门，然后我今天还去学校拿书，我去学校拿书。然后我妹今天什么都没出去，然后她就说她很累，她要睡。而且现在喉咙很痛，就是就没办法唱歌，你知道吗？又难过。谢谢朱里恩送的胶卷。没出门就很累。对啊，我妹妹这样。怎么这样？她睡着。那我们先来面包，不然她等下睡还是？第十名是缺钱缺到吐，太少。九名是回回，拍手。第八名是朱里恩，拍手。我妹也在拍手。第七名是周颖，拍手。第六名是 Plus Leslie， 拍手。第五名是小紫，拍手。我妹喜欢小紫，我妹喜欢小紫。第四名是博成，拍手。第三名是 Sparky， 拍手。第二名是吉米周，拍手。第一名是燕，拍手。我妹有跟着那个，我妹有跟着那个，我妹跟着那个名次加强她的拍手大力。OK， 很可爱。小紫说：“我也喜欢妹妹。”你说一次小紫，你要说小紫，小紫OK， 探照灯影业年度巨献。I can get you tickets if you like. I would like, sir. Yes. All right. Thank you, constable. Encore. 晚安，该完了。还没。他没有录进。姑姑。高彦辰是我的菜。因为我也曾经站在门外，还没掏空口袋，期待装起来，为梦你眼神里的崇拜。离开我的故事，因为你要展开。为你坏习惯我都改。女孩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，我不知道歌词。我喜欢韦礼安，我喜欢掏空口袋，满足你眼神里的期待。
太习惯我都改。女孩，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。一而再，再而再，三而再的作怪。大家都在听我唱歌。好了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听我乱唱。每周都要帮你充电。因为你要展开，还没。坏习惯我都改。哎，跟小紫说拜拜。拜拜，小紫。学会溺爱，三而再的错怪。呀我不想下播哎、欸、真正要的好了，大家拜拜。我不走，大家都不走。拜拜。拜拜。